快开始，我们5点了。好，谢谢李主席。好，今天是礼拜五，是礼拜四，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课堂。好，我们继续那个 alphabet， 第一 alphabet。OK 的字母，英语的字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上次做了 N like Norman，M like Mary，M N 已经做了哈，那个现在 O M N O 哈 ，M N O 现在 O， 啊，今天是7月8号，好 ，O is for 哈，这个是我的 poster，for poster， 我是做一个广告给大家看到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那个 alphabet，OK，alphabet。那么你看到图上呢，有几个 O 的字，英文字的啊，但是呢没有写出来。但是图画呢，你看到那个 owl 是那个鹰，猫头鹰，猫头鹰 owl 哈，猫头鹰。有 octopus， 有 ostrich，OK、okay?。那等一下我给大家看那个图上什么。好，那么也有 oyster。Oyster 蚝，生蚝 ，Ocean，Ocean Ocean 写出来了 ，Ocean 是海洋啊，都是 O 的，很多字不陌生。OK， 右手面那个是 Online，Online，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 ，Alphabet Book， 这个是小孩子一个 Story Book， 图书，它叫 Alphabet Book， 小孩子是学那个字母哈。那么 A、B、C 我们也学了很多道那个 O 了哈。那么这个是上一次的 N for 很多那种的不同的意，大家回去再看看，再 revise your memory. What are the N's? The letter N is for. 那现在 O 哈 O， 我们礼拜四不是早上有画图啊？看到这个画图也是这样的画图。啊，它这个 octopus 啊，上面有 pearl 哈、啊，像，好 O 哈、啊、最简单 ，OK，OK，Yes，OK，OK，O is for O H 是有这个字是感叹的哈、啊、，Wow，Wow， 好开心 ，Wow，Wow， 有这样的字哈、啊，那么可以学学这样的字，那么上一个礼拜一号呢，我们就是早一点就是6月27号呢，讲了一个 O Canada 是加拿大的独立日，也是 O Canada， 只是一个感叹号哈 ，O Canada， 那 O Canada 也可以 O H。那么另外一个字很容易了，这个大家都学过了。那么 One 哈 One O N E One。那么我现在要求大家要学会全部这个10个字怎么样拼写出来哈，不要错。那么回家自己去学。那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哈，要学这个要学了哈，现在要一定要学会。以前我不要求大家去，全部记住。现在今天回家就要学这个做功课，啊，要拼那个字出来。好的，我看看那个下一个 ，OK， 还有一个生字呢 ，odd number 哈，加多一个 odd number 是什么呢？1、3、5、7、9、11、13，这个都是 odd number。单数哈，双数是 even number 就是2、4、6、8哈这样的 2、4、6、8、10 OK， 那 1、3、5、7、9、11、13、15、17、19、21要这样会讲啊，那么你的脑筋会想到一个1、2、3是怎么讲话哈，那么 odd number 就是单。双呢，就是 even number， 好像我们 on the street， 那么你的地址 address， maybe on this row on this side of the street， it is a even number， and the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eet is a odd number， odd 就是 O D D， even 就是平衡了，平衡了，就是两面都一样的，就是平衡，就是
odd and even number 就是号码啊，这样去学哈、啊，多你几个生字啦。那么这个字呢不陌生的，我已经教过大家很多次。那么假如说是那个 OX 是牛啊牛，假如说我们说牛年，我们说 Year of the Ox，Year of the Ox。Now 这个 O 是元音。这个 o 我们今天讲的 o 都是元音。假说是名词以前呢，我们要读那 d 哈。那么 ox 的两只牛呢，怎么讲呢？它不说 oxes，oxes 不是这样的哈。The oxen，understand？This is very special，这个很特别啊，这个可能没有见过。oxen 就是说两只牛啊，它是这样。这个 ox 呢是公牛，OK？平常你常常听到 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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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cow cow's milk，因为牛奶是母牛，understand？cow 是母牛，ox 是公牛，understand？See the difference? You have to know the difference. Ox, cow, calf. Calf is baby，小的牛，baby 哈，不管它男女，都是小的牛，都是 calf。那说 calf 是两只小牛呢，怎么讲呢？不是 C A L F S，拿这个 F 呢改成 V E S 就变成双数了，两个以上。OK，understand？那这个篇呢就是讲牛，那么学会这个一定要懂啊。那么 calves，那么 cow，ox，oxen，cow 呢？假如说母牛呢，两只母牛呢，加一个 x 后面就是了。OK，这么简单哈。那么好，学会呢，oxen 是生字。OK，这个很容易了，orange，OK，orange 是橙，orange。假如说 orange skin 是皮，橙的皮哈，orange skin 啊，这样去学那个 orange juice 啊，orange juice。这样去学哈，orange 怎么写呢？O R A N G E，orange。Now，另外一个是olive 盖蓝，那个olive oil 哈，你那个olive oil，我们吃那个很纯洁的 olive oil。假如说很纯的怎么写呢？Virgin 就是很纯的。extra virgin 还要纯的，就是它的内容比较好了，质量比较高了哈。所以你学的 oil 也是 o，oil 也是 o，olive oil，olive 有些是绿色的，有些是黑色的。OK，virgin 是很纯洁的那种橄榄油哈，extra 是还要纯洁，extra 太多了，多一点哈。那么下面一个不是olive 是 lemon oil 也是柠檬 oil 也有哈，就是这样学好多个 oil 是怎么样，再告诉大家，这个是烧菜的 oil 了哈。我刚写了上面这个 eat 是吃啊吃，那么我们说假说这个油是可以吃的，油是可以吃的，我们叫 edible 啊这个生字。这个高级都不一定懂，edible 啊，edible 就是可以吃的，不是 eatable，明白吗？是 eat 的这个意思一样哈，但是不是 eatable，是 edible。那下面呢，我们有那个炒菜的油哈，那个菜油，vegetable oil，vegetable oil 啊。第二个呢，coconut oil，coconut oil 就椰子。椰子哈，椰子油哈，椰子油。那 peanut oil 花生油啊，almond oil 是杏仁油哈。那么这样去学英语，那么很我们现在吃的油都很讲究，尽量不出猪油了。猪油不是 oil 哈，猪油呢，lard，不是写油的。我现在看看可以写下来。好，我打过来，我可以打动。假说猪油呢是这样写，lard 啊，不是 oil 哈，
这个是猪油哈，最后一个是猪油，不叫 oil， 不是 pig oil 哈。所以你要学就vegetable oil， coconut oil， peanut oil， almond oil， 这个 lard 是猪油哈，猪油比较肥的，没有这么卫生。有些糕点呢，我们要猪油烧啊，我平常呢烧饭呢不用猪油啊。那么还有其他的油呢是什么呢？Body oil 哈 ，body 是身体的油，就擦身体的，不是吃的，哈，就 face oil 或者擦脸的哈，那个 body oil 或者 rose oil 就是它的玫瑰油哈，那个用花做的。那好，我再告诉大家下一个生字是 cleansing oil 就洗脸的油 ，cleansing 啊，这个 cleansing 呢，你看到我下面。写 clean 是清洁。平常我 clean our face， right？ clean our hands， clean our body。但是我们用那个洗脸水或者洗脸油呢，叫 cleanse， 明白吗？那里面有些肥皂的或者有些用去肮脏的 cleansing oil，understand？ 就不是 cleaning oil。OK， 这个是有分别，大家就学学。那么，以后知道，怎么样？你看到化妆品里面上面，标志写，我们去买那种油是洗脸水也可以哈，cream 也可以哈 ，cream 是那个膏，油是油脂的膏，cream C R E A M 呢，好像 ice cream 的 cream 呢，就比较没有流性的。啊，是一个膏哈，一个雪花膏那种膏 ，cleansing， 啊，洗脸的 cleansing。那么另外一个 o 呢，很容易啦 ，owl。你看到 owl 呢，就联想到什么呢 ？wisdom 就是聪明哈，智慧啊。所以我们常常有那个 owl 呢，放一个四方帽子在上面，就是说我们毕业了，好像读完书了，有一个行头了。owl 聪明，它是晚上起来的啊。那个 Halloween 他们也是用 owl， 因为是晚上的起来，它眼睛很大，好怕人的。假设晚上看到它，只是看到了眼睛。owl 就是这样读那个英文字，顺便学那个 wisdom。Wisdom 就是 wise， W-I-S-E 啊的名词 ，wisdom noun 哈。另外一个 o 呢，这个比较难哈，可能没有学过，是鸵鸟。鸵鸟是澳大利亚南部那边就有这样的 ostrich 或者南美那种有这个鸟哈。这个鸟呢，它呢很大，身体很大。跑的不是太快，也不是太慢，但是呢，他假如说是躲起来呢，他把头藏在沙堆里面或者泥里面呢，他就人家看不到他，以为人家看不到他，他看不到人家，说 ostrich， 那个肉我们吃过啊，可以吃，好像牛肉的味道哈、啊、ostrich 啊。那么另外一个是 octopus。那我告诉你很有趣味的东西哈，因为我是趣味英语哈，看见是讲故事听听，增加见闻哈。Octopus 是墨鱼或者八爪鱼哈，有很多爪的，所以 octopus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很多爪的，就是有八个爪的，所以我们就 octopus 叫八只脚的鱼，八爪鱼哈。那么 octopus 呢，假如说是众数呢超过两只 octopus 呢，怎么讲呢？啊，就是有些人 octopuses、octopi、octopode 哈、啊，什么分别呢？我告诉大家，这三个字都是 acceptable 是都接受的啊，是对的一个 plural 是这个众数啊。octopus English 英文呢，它加一个 es。但是普遍的人家都做 octopi，understand？ This is 很多人都不懂的哈，
Latin 拉丁呢，他们就 octopi，我们就用这个字比较多。但是你看到 octopuses 不是错，OK？那么 Greek 呢，希腊呢？因为很多文字都是旧的英语文字，都是希腊文啊、拉丁文过来的哈。octopus 啊，这样，所以你看到 octopus，很多字两个以上呢，你就知道这三个都是通用的，没有错的哈，没有错的。Three acceptable。Plural，啊，我现在学，教大家学那个读的英文字怎么读。Three acceptable plural，啊，of octopus。那么 octopuses、octopi、octopodes，啊，这样去学哈。那么好，这个图呢是一个故事，小孩子的故事书。他说 Olive。Olive，我们学过了刚才那个橄榄哈，橄榄哈，Olive 也是一个名字哈，有人叫 Olive，understand？有人叫那个名字是 Olive，Olive the octopus。他说这个 octopus 八爪鱼呢，它的名字叫 Olive。那么 S 呢，这个字呢，他们写错了啊，我有胆子跟人家讲，他们写错了，OK？Octopus 呢，apostrophe 呢，就是 after s 呢，就不用再加一个 s，明白吗？他弄错，但是我们学正的，不要去学。有些人家是会有错误，有时候我也会错。有时候看回放以后，我说哎呀，这个我讲错了，有的哈。那么这个是 octopuses 哈，但是假如说后面有 s 呢？Apostrophe 就是对了，不用加多一个 s，明白吗？啊，这个加多一个 s 不对的哈。那么你们注意，我们以后自己注意哈。Olive the octopus day of juggling 呢，就是玩杂技哈。他把这个球放在天空上，抛上去再接回来。Apostrophe 就英文字怎么样这样写？我特意拼出来给大家看到，apostrophe 就是一撇，上面的一撇是这样去写哈，A P O S T R O P H E，apostrophe，OK，P H 读 F 音，OK，A R P O S T R O P H E，apostrophe，understand？那我再读一次这个几个字，学想怎么样去 pronunciation of the English 啊，我特意读慢一点的哈。Olive the 那 the octopus day of juggling，它的那个 octopus 那个八爪鱼的名字叫 Olive，它呢在玩一个游戏哈，玩一个杂技。那么另外一个字很容易写的，otter，就是那种海狗一样的，但是海狗也是有不同的形象的哈。每个国家有一点不同的，有些 giant river otter，African 哈，African 是那个非洲哈，不同的哈，它也是叫 otter 哈，就知道就可以了，也我们不需要研究太深奥，就是知道你看到这些动物，你知道怎么讲就是了。啊，那么好，onion，大家都不熟，不陌生。onion 是洋葱。假如说你外面看到 onion ring，就是那洋葱圈，炸了，我们就吃的哈，好像我们吃那个薯条一样，吃那个 onion ring。那么以后你自己会 order 哈，你会去定，你要这个，你那个，不说I want onion 啊，不懂给你什么 onion ring。Ring 就是一个圈圈，Ring 又可以戒指，哈，那个手的就 Ring 哈，Ring 啊，一个圈圈也是可以叫 Ring 哈，一个 O 就是Ring 哈，O 也形象的 Onion 哈。那么好了，我们看洋葱是什么呢？刚才这个洋葱是葱啊，那个是洋葱是这样的哈，好老外那种，我假如说是 Green Onion 是。绿的啊，绿的 onion 是怎么写呢？就是我们的一条条的葱，就是 green onion，就是这样写。
然后你讲错了，他可以给你错的东西哈。那么学这个字，好。那么另外呢，也是很容易 on，大家都学过了 on in，right？on line 的一条线也学过了，对吗？假设我们现在去学那个 online learning、online education，就是我们在网上学习呢，叫 online education、online learning。online education 就 online 是 education 是教育，教育，假如说是教育部哈，教育教书的地方，假如说那个公司叫 education department。哈，部门，understand education department 哈，online education 就是在网上啊，空中教书哈，online 就是这一条线一条线哈，online learning 就是说去学习学习，OK 学习，好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好，那么另外一个 O 不陌生是 October，我们讲过好多次那个月份，不是 one month，不是 two month，不是 three month，不是这样的，哈，也不是 first month，也不是 second month，是 January、February。那个现在又大家开始要学这个字了哈。现在10月份是 October，October，OK，October。好的，那么现在呢，October，不难写，OCT，简单写不写长字的十月份呢，我们就叫 OCT full stop，就是简写啊。那长写呢，October T O B E R。那么十月份呢有什么呢？啊，十月份有什么呢？有什么节日呢？就是Halloween 啊。啊，万圣节对吗？10月份万圣节是秋天了，秋天哈，万圣节就是 October 31号，但是他们多数呢用那个 weekend 礼拜天礼拜六，因为那个时候呢小孩子在家啊，不用上学。那你看到那个黑的蜘蛛呢？啊，spider 哈，蜘蛛是 spider，这个是刺物，他们弄得很美的，好可以吃的哈。那个 pizza 哈，上面有蜘蛛，蜘蛛就是 olive，明白吗？olive，把那个 olive 就切一半放上去，那么再切小一点就放在做脚，蜘蛛的脚哈，明白吗？啊，这样的蜘蛛呢有8条腿，OK，insect 我觉I 的时候我教过大家，I 是 insect，insect 我举了很多例子，是那种6只脚的。一个昆虫啊，insect，insect，就是 insect，insect，包括 mosquito 啊，蚊子、蜘蛛 spider 啊，都是哈。那么这个它的脸呢，这个鬼呢，这个是鬼来的哈，鬼哈，monster 哈。那么它的脸也是用那个olive。粘上去的啊，上面呢可能是strawberry 吧，啊，那个草莓哈，它你现在就可以学那个你Halloween 可以吃什么可以吃的 edible，刚才我学过一个字 edible 是可以吃的，没有问题的，吃下去不会肚子是的，那个edible 哈，edible 哈，那么下一个字呢？啊，是 open 哈，O is for open 哈，open 就开了，开哈。那么开呢？假设我是一个动词，verb，verb 是 verb 动词，你说 I open the door，we open the door，can you open the door，please？Are they opening the door？那
day opening the door day 他们有这个是文法，我就教你一点文法了。我就这样去教文法，不是这讲一堆文法，我不讲一堆文法哈。这个是 opens 有一个 s 在后面呢，不是两个 open 哈。这个 s 呢不代表两个，就是第三声 third party 哈，就是 he 呢用 opens，she opens，it opens。常常是这样的，明白吗？第三声，假如说 I V U day 不就要用 S 啊？你那个文法要写的对啊。那么，假如说 opening 呢，有什么分别呢？opening 意思说我现在正在开门也可以，开窗也可以哈。你后面讲一个字，那么就是说，he is opening，she is opening。They are opening, we are opening, OK, you are opening，啊，这个是 present tense。我后面那个字的特别写出来，就是这个是现代词，understand？现代词。那么这个呢，第二行这个呢是 past tense，是过去词。那么假如说 he was opening，he was，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昨天。他在正在开的时候，我就什么什么什么啊，可以做句。那么 they are 哈，they are 的现在啊，那么 they were 就是昨天以前，明白吗？或者等刚刚以前哈，就过去词哈，past 现在就是过去，open 的呢，也就是说已经 open 了了。OK，那你分别 open、opens、opening。Opened，哈，这个 opened 不要读 open 的哈，不要读 open 的哈，有些是有的，有些没有的哈。就 open、opens、opening、opened，这样哈，好。那么顺便呢，你看到 open 呢，啊，开吗？open 呢就是 can 就是不是 I can。这个是动词，这个是形容词哈，形容词就是说开罐头的东西，开罐头的这个仪器，这个东西哈，就 can open 了哈。假如说你要开罐头，你要问人家说我要 open 了，什么 open 呢？can open 了，你这样讲哈。假如说你要这个东西，你不会讲，你要求不了了，哈，明白吗？open 了。open 啊，那这个是 over，也是 o 哈，over。那么这个图呢，看到呢，这个 dog 哈，这个狗跳从这个 fence，这个是 fence，这个栏杆啊，跳高跳过去哈，就是 the dog is jumping over the fence，在上面跳过去，OK，over the fence 就是这个栏杆哈。栏杆有高低哈，那么另外一个字呢，跟这个图没有关系的，over the hill，我以前说过一次，在 H 的字母里面说过一次，over the hill，Jack and Jill went up the hill，OK，Jack and Jill went up the hill，OK，这个是 hill 是山，小山啊，over the hill 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呢中年了。高峰的时候，过了40岁、50岁呢，他体力啊，什么东西会低下来了，就是 over 这个是最最顶峰的时期，over the hill，OK。假如说他们有生日啊、party 啊，40岁的生日，他们写 over the hill，OK，over the hill。那么下面一个呢，over and over again，重复哈，重复，不是说上面又上面，不是哈。Over and over，重复，又来一次，又来一次。Understand？Over and over again。You repeat over and over again。啊，你重复几很多次，明白吗？这个记得到，明白就去明了一下，不记得我下次慢慢再讲哈。那么现在是主要是先学了第一句，The dog is jumping over the fence。OK。Over the fence，从那个栏杆跳过去。Over the hill 是这个年龄的问题哈。
over and over again 就是重复，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哈。那么另外一个 over 呢，move over，这个图呢是一个小孩子的故事书的面第一章。那么它的move over rover 是一个狗的名字，一个名字哈，不管它是谁，它是狗哈。那么 move over 就是将移过去，假如你要人家移开一点，please move over，哈，给我做一点位置。Move over, please，哈，你可以说 over, move over, please，就是叫你移过去一点，让我坐或者让我什么东西，让我站，这样，那么就学到了以后，你假如说有这个机会要讲的，你可以讲出来，不会说不懂讲什么字，那么就有礼貌呢。我们不是常常说 thank you 的，please, please，请你。请你 move over, please。只要你是有理由的、有礼貌的，不怕跟人家讲的哈，人家会让你的哈。那么还有 over 很多字啊，overcoat 啊，coat 是一个衣服对吗？那 overcoat 就是大衣。那么以前我 J 的时候想过，J 是 jacket 夹克对吗？夹克是中文翻译英文的。那么它的名字叫 jacket 呢也是外衣。那么有什么分别呢？overcoat 呢比较长一点，jacket 呢比较短的。jacket 我们不叫 jacket 是中文，所以最好呢，说英语不要去。你现在你懂英语了，说英语不要去讲那个中文字的翻译，不同的。jacket。不然你在读那个英文字，读那个夹克夹克，人家不懂是什么事情哈。那么 overcoat、jacket 呢，不要 et 后面的是一个名字，一个男孩的名字，男人的名字 Jackie 是女人的名字，Jacqueline 也是女人的名字啊，Jacket 哈，这样去学哈，这样我教很多生字的。但是不需要大家全部都消化，慢慢去消化。那么有 another overall，overall 呢是全部对吗？这个不是全部，这个是衣服哈。这衣服是全身的，穿起来是上身，不分裤子，不分上身的，一串串上去的那种叫 overall，明白吗？有裤子连上面带有带的。有上面的哈，这样的叫 overall。那么现在你懂多一个字好，那个这个是 oyster 哈，oyster 呢我没有写出来，oyster 是蚝，生蚝，oyster 哈，oyster 也是 o 的 oyster 哈，就是用柠檬，因为它有腥味的道。那个 o，另外一个比较生字 oval，oval 是不是圆形？是椭圆形，椭圆形就圆圆长长的圆形哈。oval，那个照那个镜子是 oval mirror 啊，oval shape 就是说它的样子，那个形状。那么这个深了，很深很深很深的哈，这个 octagon。你看到 October，它 OCT 也是这样写的，它是 Octagon 呢是八个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角头，明白吗？那么要学 Triangle，Triangle 左边这个 Triangle 我们学过，一定会懂了，三角形，明白吗？三角形 Triangle，OK，Triangle，Square 是四方形。四方形，我这个是很多生字哈，我不怕给你们认识，你们也不怕去学，学不到不要紧，慢慢再看回放哈。Rectangle 是长方形，OK，Octagon 就是刚才那个八角形，Round 是圆形，OK，Oval
Oval 是椭圆形，OK？那么还有生字在后面哈，你不要怕，这个是 Pentagon，Pentagon 是五角形，五角形，五个角头的，understand？啊，刚才已经有三角形，square 是四角的，五的这个五的，OK，five 啊，five corner 哈，五角形是同等的尺寸的，正五角形哈，有些正方形哈，有英文不一样的哈。那么好，这个是很深的，不过大家去有趣味去学学，但是不需要大家记很重要，不是很重要的记。那么刚才说过，pentagon 是五，hexagon 是六，OK？那个hexagon 下面这个呢是七角形哈，那个 octagon 是八角形，明白吗？四五。五六七八，understand？那么一个是生字，我不需要大家真的很注重，但是不难的，其实不难的。你看到后面四个字母一样的啊，A G O N 或者 T A G O N，tagon 哈，那 pentagon 是五角形，hexagon 是六角形，heptagon 是七角形。octagon 是八角形，OK，不难的，其实不难的哈，不要太大压力哈，不要太大压力。好，这个很容易了。我们吃过喝这个茶，乌龙茶，乌龙茶，但是就是这样写，它是这样写，OK，我们就学这个字啊。我们有 jasmine tea，茉莉花的茶啊，这个乌龙哈，乌龙 tea 哈，就是这样。这个是专门名词，就是 jello，那个小孩子吃那种jelly 的 jello 哈，那么我们也叫 jelly，他们的名字叫 jello，他的牌子叫 jello，所以人家容易记。OK，好，Ontario，礼拜天我们就会讲 Ontario，Ontario 就安大略省，也是 O。On 是 on 在上面哈的意思，Ontario 这样去记啊。那么礼拜天呢，我们讲东边呢，再讲 Nova Scotia、New Brunswick、Quebec、Ontario 这样去讲下去哈，带你去横渡那个加拿大啊。礼拜天3个小时，9点开始哈，我的初级班跟那个中级班。各在一起讲那个加拿大的地区，游览名胜，OK，很美丽，大家去旅游。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地方，Ohio，我不要你记得很厉害，好像一定要怎么样，就知道有一个地方叫 Ohio 哈，Ohio 哈。那么还有那个 Opera 就是一个那个广播员，他是讲。他就有节目的电视台，他很出名的。他 Opera，他是黑人哈，Opera，他是很出名的哈。他有个 magazine 啊，The Opera Magazine 就是杂志啊。她很聪明一个女人。那么 Oscar 是名字，一个人的名字，但是有一个卡通片那个人物叫 Oscar。那么还有呢，奥斯卡奖。奖杯那个电影，说哪一个电影最好的奖呢？就也叫 Oscar Award，明白吗？它的名字叫 Oscar Award 啊，这个是知道就可以了哈，也不需要说怎么样。你知道是你看的那个图啊，去Oscar Award 哈，这样。那么 out，假如说你 go out，I go out，哈，I'm outside of the house。我在屋子外面，out，in，out，in，out，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啊，in，out，in，out。假如说你又出又进，又进又出，就 in，out，in，out，OK？Outstanding，那 out 是出外面，standing 是站，两个字拼在一起呢，不分开来呢，叫很特别的，很特殊的。
叫 outstanding，明白吗？outstanding 就是很特殊的，像金鸡独立的意思，好像那个很特殊的，很在众人之中，这个人很特殊的哈，outstanding 哈，很特别、很特殊的啊，这样去学。那么两个英文字其实是简单英文字，但是搁起来，所以假如说你两个字放在一起，跟两个字分开来是不同意思，understand？不同意思，所以你要写在一起的，只知道是什么意思，分开来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难点以前讲过一次哈，think out of the box，就是希望你们大家呢有些头脑呢，尽量去多想方面，多方面去想东西，不是把自己关在那个盒子里面讲那个自己看到的东西，好像 more creative，好像more 创造性的，哈、啊，想开一点，哈、啊，想多方面一点。很多英文字你看到，不是光是一个解释，所以你去字典查那个字呢，可能会误会那个意思的，所以你一定要懂。多听多讲呢，你自然就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不用查字典了，差不多哈，慢慢来。我知道大家同学的，程度不一样，不怕，我们都曾经经过这个时期啊。Out of the box 啊，think out of the box 就是不要在井底蛙一样，要在那个box 里面走出来去想东西哈，creative 哈，outside the box 哈，outside the box 哈，那。Out of the box thinking，就 think 多一点，想多一点。Out of the box，creative thinking 就是这样创造性的一个想法哈。这个是大家训练大家的脑筋。我们年纪大不一定脑筋不好的哈，我们是训练的，脑筋是训练的哈。你不用就不好了，OK？啊，另外一个呢，Olympic，奥林匹克哈，Olympic，Olympic torch。它就是火焰啊，那个 Olympic 就要这样写，也是 O 啊。Torch 是一个火焰，那个电筒，电筒也是叫 torch。OK，这样去学啊。Olympic 奥林匹克，奥林匹克就是 Olympic 翻译过来的中文字，英文就是 Olympic 啊。好，这个是呢不难哈，这个学过了。Ocean。Ocean 海洋，啊，那么这个是不是第一次讲了？啊，讲过好多次。Atlantic Ocean 大西洋，Pacific Ocean 太平洋，Indian Ocean 印度洋，啊，Arctic Ocean 是那个上面北部的洋，北极洋，Antarctic 是南极洋，南极他们也叫 Southern Ocean，但是这个不普遍。啊，不普遍。那么 Arctic 再加前面 ant 就 Antarctic 哈，你看到那个字母哈？那第一个呢，Atlantic 啊，Atlantic 是大西洋，Titanic 呢那个船呢就在大西洋沉没的，OK，近那个不是很近，但是近那个 Saint John 那边的 Halifax 那边 Saint John 那边。Newfoundland 那边，我们礼拜天讲过，礼拜天那个Newfoundland 一个地方哈，Pacific 呢是连住我们的亚洲那个州的哈，我们亚洲那个州的哈，我们这就中国来呢坐飞机呢，一直从飞过大西洋到温哥华转机或者多伦多转机这样的啊，Pacific 就是 Pacific。Indian Ocean 就进印度洋哈，不进我们加拿大、美国。我们美国、加拿大就是 Atlantic 跟 Pacific Ocean。我们加拿大是连住，一边是 Atlantic Ocean，其实 Atlantic Ocean 是 Caribbean Ocean，Caribbean 是加勒比海，就是在 Atlantic Ocean 的其中一部分。Pacific 是左边的，地图上左边的 Pacific 太平洋，Indian Ocean 是在亚洲。Arctic 在上面，我们美加拿大也连住 Arctic Ocean 的哈，我们连住三面的大洋呢哈，Antarctic 就不连了，
Antarctic 就是南美那边了，纽西兰那边了，哈，纽西兰跟智利很近的，很近很近的哈，这样去好像很远，但是它那边很近的，啊，好的，那这个地图的这边，啊，地图，我们在这边，美国 North America 我讲过几次了，在上个礼拜天，讲那个加拿大的地区地图，主要是大家知道你住在哪里，你现在在哪里，你位于哪里哈。那个 Atlantic Ocean 在这边哈，中间这个哈图哈，那个 Pacific 在这边。那么，地球是圆的，那么所以中国在右手边这个。OK，understand？下面是那个澳大利亚，那个是澳大利亚，哈，这不懂你看不看得到？我有个 pointer 是我一个指引。Indian Ocean 在这边哈，那 Southern Ocean 它就把那个海洋割出来了哈，大家看得到了。好的，那么再重温我们刚才说的 onion 啊，owl、orange、octopus、one、ostrich。那么等一下，大家举手，因为我很多东西给大家读。请同学举手啊，准备举手，我先读一次。这个都是小诗歌哈，都是用 O 的哈。O is for October 啊，我们学过 October 十月。O is for ox。O is for oranges in my box 啊。那么大家举手哈。那么等一下我看到举手的我就叫。现在我先读下去。那么 O orange。Octopus，那不是 October 哈，Octopus，Orange，Octopus，Orange，Octopus，Only eat olives。他意思这个是那个诗歌，他说哦，橙色的八爪鱼，橙色的八爪鱼，那个橙色的八爪鱼只是吃olive。是盖兰，哈，他是主要是读那个 O 的事情哈，那这样是，我看看哈，等一下会举手，看看举手没有，行，我先读，等一下过去。Oscar，我们刚才说过奥斯卡或者一个名字，Oscar ostrich，often offers olives to others，就是这个。鸵鸟名字叫 Oscar，它 often 呢就是常常，offer 是贡献给人家，olive 是那个 olive 的橄榄，to others 给人家哈，所以 Oscar ostrich often offers olives to others 啊，我看到举手了哈，好，我现在好的。读第一个哈，我现在看举手的同学，好，先秀琴，那么在那个红枫叶哈，我现在来unmute，看看你可不可以 unmute，我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好，好，秀琴，下一位是红枫叶哈，好，你先读这一篇。All is for October. All Yes. is for ox. All Yes. is for oranges. In Yes. my book. 读得很好，非常好。Thank you. October ox 的 ox 有个 x 呢，跟 ox 不同哈，os 同 ox 的不同的拼音的，所以 ox 有个 ox 的 x 有 ox 这样音的，读得非常好。Oranges 呀、yeah，in my box。呀，非常好。我们整下第一篇也重读啊，可以再举手的哈。现在红枫叶，我把你的话筒打开，红枫叶，好的，下一位戒指。Okay, good evening, teacher. Yeah，good evening. Yes. I repeat this way. I repeat. Yeah. Repeat this one, yeah. Okay. Please. Oh,
O is for October. O is for ox. Ox. Yes. O is for orange. In my books. In my box. Yes, box. Very good. Box. 你看到它的主要就叫你读那个 box, ox, October, oranges. Very good. 很好，很好。Thank you. 那哈好，那下一位，看戒指吧。红凤也读了，好的。加戒指，你，哎呀 ，OK， 好的，戒指来。戒指下一位。OK.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All is for all October. Yes. All is for October. Yes. All is for ox. Yes. All is for orange. Oranges. 这个可以读出来。Oranges. All is for oranges. Yes. In my box. Yes. Yes. 很好，好，很好。Thank you. You're welcome. 那个丁云 ，open the mic. Poem. Oh, all is for October. All is for ox. All is for oranges.In my box. Very good. Very Thank good. you. 下一位，季菊堂。好。All is for October. October. All is for ox. All is for oranges. Yes. In my box. Very good.Very good. Mr. Wu. 非常好。Mr. Wu. 开麦。Yes. 下一位是娟。O is for October. Yes. O is for ox. O is for oranges. In my box. Very good. Thank you. 好，那么下一位是娟。打开。好的。好的。All is for October. Yes. All is for ox. All is for oranges in my box. A box, yeah, box, yeah, 很好。还有谁？来看哈，还有，红凤也得读了没有？我读，teacher, I 读了，我第二个读的。你读了没有？刚才？我刚才读了。哦 ，OK， 等一下读第二篇，等一下哈，我给 Ava 先读。好 ，Ava。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Oh, all is for October. All is for ox.All is for orange in my box. Yes,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好好，示范路。Yeah.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All is for October. All is for ox. All is for orange in my box. No, oranges, okay?丽华，非常好。Thank you. 丽华。Hello, Mary. Yeah, 你好，你好。你好。All is for October. All is for ox. All is for oranges in my box. Very good. Very good. 还有一个 Anna, 开话筒。呀，很好。你举手可以看见了。好 ，Anna 来，你开话筒了没有 看得到吗？
自己要开哈，自己开开中。再举手，假如说你开不到，我来跟你开，你要举手。来，那我现在读啊，老师好。对对，好，你好。O is for October. O is for oaks. O is for oranges in my box. 呀，很好，很好。啊，这是 box。对，好的，我现在看下一个图啊，下一个图，下一个图呢？是这个哈，这个哈，哎，举手，谁先讲都可以。我们能开话筒，假设没有开话筒，你再举手。OK， 这个是 O， 让我看，我看 ，Orange Octopus，Orange Orange Octopus，Orange Octopus，Only got olives。好好，我看到丁云，你来，开话筒。哎，好的，来读。哎，那么，orange octopus only eat olives。Olives， 那不要读那个 orange， 因为没有 s 在后面，所以不懂读 oranges。这个读 orange，orange、有 s 呢就读重一点 oranges， 那么这个是没有 orange，orange， 那没有 j 了，就是 orange，orange，yes，orange， 读出来也可以 orange, 啊 ，orange octopus，orange orange octopus，orange octopus only eat olives， 就没有 olive 啊 ，olives 哈、啊，对，好， olives. 可以。好的，好，接着来。好，接着。Orange octopus. Orange oct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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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pus.Orange octopus only eats o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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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eats o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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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记得吗？看得到 L-I-V-E 呢？是荔枝蔬菜，好，蔬菜对吗？那 olive 哈 ，olive. And olives.Olives. Thank you. Thank you. Herman, Herman. Herman. 其他不读的不要出声哈。啊，你叫静音，自己静静。Herman， 你讲。OK， 不讲就低句堂。也带回家了。Orange octopus. Orange octopus. Orange octopus. Only olives. 啊，这个记住啊 ，octopus. Octopus. Yes, very good. 你再说 October 就不懂了 ，October 都不懂了啊 ，octopus 啊 ，octopus 哈。Octopus. Thank you. 谢谢老师。很好，很好。修行。最近玩。Okay. Oh, orange, octopus. Octopus. Orange, orange, octopus. Yes. Orange, octopus. Only eat on olives. Olives. Olives.Olives. Olives. Only olives. Olives. Yeah. 好好很好。我们再给机会大家。云来。Orange octopus. Only is olives. Yes, yes. 好好 good, good.
洪凤姐。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洪凤姐。Okay. Oh, allergy. Octopus. Allergy. Allergy. Octopus. Allergy. Octopus. Only is olive. Octopus. Octopus. Okay, octopus. Orange. 不要读 orange. Orange 就可以了。Orange. Yeah. 很好。很好。那么思芬，思芬露。Orange. Yeah. 思芬。Thank you. Orange octopus. Orange, orange octopus.Only octopus, only eat or live. Yeah, only, yeah. 好的 Mr. Wu, 那么下一位黎华。Yes. Yeah, Mr. Wu. Yes. Oh, orange. Oh, oh. Octopus. It's me. Orange. Oh, orange.Octopus, orange, orange, octopus, orange, octopus, only eats olives. Olives, yeah. 非常好，李华。Thank you. Yes. You're welcome. Very good. Oh, orange, octopus, orange, orange, octopus, orange, octopus, only eats olives.嗯，好的。Olives， 对我这个觉得不对是 Olives。好 ，Olives， 对对，Helen， 嗨 ，Thank you, Peter。好的，谢谢姐姐，很好。Oh, oh, orange, octopus, orange, orange, octopus, orange, octopus. Only eat.Olives. Yeah. Orange, huh? Orange. Is that too much? Orange. Orange. No, 不要举. Orange. 不要举. Orange. 对, 对. Octopus. Orange. Octopus. Octopus. Yes.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Peter. 都, 那个下一位我刚才跟你开了, 那个, Galaxy.好，老师好，我读了啊。好的。Oh, orange octopus, orange orange octopus, orange octopus, only eats, olives. O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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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es. 好的，好的，我看看下一个老师来了没有哈，因为我们。时间超过了哈，看一下他们来了没有哈。下一位老师，假如说你到了，跟我讲一下，我给你上来哈。我们先给他们再分享。Herman， 你看 yes, 开了没有 ？Yes， 开了吧。我看了啊，开了啊。好的，Oh, orange octopus, orange octopus.Orange octopus, orange octopus, only eat olives.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聊开了，你们再读。下一位，下一位。我看到两位举手。丽丽，丽丽。等一下，我这边分钟第一份。Good evening, TGM Mary. 丽丽，你好。Orange octopus. Yes. Orange octopus. Orange yes. octopus. Only eat olives. Yes. Olives. 好，非常好。Ava. Ava， 你看得到，看得到。Ava。我先教你，我待一分钟，我才会掉一根。老师好。好，你好。Orange.Octopus, orange, orange, octopus, orange, octopus, only eat
Olive. Olive. 很好。他们下一位老师，老师到了没有？下位老师举手哈，奖金到了举手，我们继续下去。好，我们再看下面。另外一个 O 啊 ，O 有旧的哈、啊，有旧的，有新的，有 O 的是老的、young 的、新的哈。所以叫 old, young, old, new 哈，那个 old 也是 old 的哈。那么 old oak tree 哈，那个 old oak tree 这个橡树哈 ，old 哈，旧也是。他那个父母书装有父母书的那个那个法文老师到了没有？好的，好的，那好了，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礼拜天早点来，早点来哈。我们礼拜天讲那个 Across Canada， 带你大家去旅游。上次讲了那个东边两个地方，那么讲的比较慢，那么这次呢讲的快一点点，会多讲几个 province 啊。那么来旅游哈，我们再一起来玩啊，我们很有趣味的，我没有压力的，学东西、就是。好开心的哈，对，对 ，OK， 对，Lily， thank you， 看看你们有什么留言吧，老师，是的，每天每个礼拜四是五点，东部时间五点到六点，每个礼拜四哈，那么礼拜天我们还有一个课程是九点。我们加东时间九点三十二点三个小时哈，比较长，但是那个不大长，我们讲故事很开心的，看到图画，嗯，对的对的，好，对的，你今天八点我还有一个课程，今天到现在，好，谢谢谢谢，周日九点哈，上午九点。中国是晚上，中国晚上啊，西边是你要加三个小时，就是Thank you, Peter.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That's good.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Thank you very much. 还有这个Thank you, Peter.